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呢、啊，这个梁山伯呀，才不跟他提他跟丁香亲事的想法，他就把丁香丢给四九去逛街，到现在两个人还没有回来，你可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好了，你嘀咕个不停，累不累啊？我哎呀，我是担心女儿。行啊，你跟梁山伯一样，都是书呆子。我嫁个书呆子，你不担心；你女儿嫁个书呆子，你就担心了。妹，你怎么说这种话呢？拿我跟学生比，好歹我是泥山书院的。哎呀，四九，你拖着我拉拉扯扯一整天了，你再这样子，我要生气了。哎，是是是，下次不敢了。四九，你对我女儿怎么样了？没有了，没有，老师，没有。那我女儿刚刚怎么说？你拉拉扯扯的一天，你可见的你一天纠缠她，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我爹呀，你跪了！我是要四九不要拉着我，要逛这逛那的，逛得我腿都酸了，累死人了。是这样啊？那还好还好。四九啊，你要对我女儿乱来的话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老师，你放心了，在我还没跟丁香姑娘成亲之前啊，我是不会乱来的了。什么？你跟我女儿成亲？对啊，你们不是这样说的吗？你的胡言乱语啊！哎，老师，你反悔了？我反什么悔啊？我从来没这个念头啊！可是我没人听见你们两个这样说的。爹，你们不是还答应我们家公子，等他秋回世举完之后，就把丁香姑娘许配给我吗？爹娘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呦，四九，你弄赢了。哎，师母，你不是还问我的家事，还说虽然我家事不显，但是不是的，我是问你家公子的家事啊。哎呀，你也真是的，这个问话嘛也不问清楚啊！哎呀，还好还好，还没有上花轿。哎呀，要不然的话可能笑话喽。我跟丁香姑娘曾经是个笑话。哎呀，你们两个门不当户不对啊。四九。丁香姑娘，我祝你幸福。四九，看你说话一点技巧都没有，伤人了吧？是你自己捅出来的是非，怎么会怪我呢？爹，四九怎么了？公子。恭喜你了！你怎么哭着恭喜我呢？这算哪门子的喜啊？是我弄错了，老师和师母是要把丁香姑娘许配给你的。啊？我白白洗一场了，我好难过啊，公子。好。四九，别哭了，来，坐着，我找时间去跟老师师母说说。说什么？我知道，我四九是个下人，我卑贱，我不入流，我没读书，我没这个福分，我不如死了算了。哎，四九，你可千万别这么想啊！你在我眼里是个很能干的人，你一点都不卑贱。我们梁家需要你，你是我们梁家的支柱，你是有福气的人，你不觉得我是沾你的福气才能这么自在的读书吗？公子，你真的觉得我是有福气的人，是你的支柱啊？是。你不是在安慰我吗？四九，我句句肺腑之言。四九，你千万别想不开啊，你要是有三长两短的话，我也没福气可沾了，我也完了。我真的对你那么重要？天底下除了我娘就是你了。江江，
那我不去死了。这就对了，四九要勇敢地活下去，而且要活得有志气。从今以后好好跟着我努力向上，说不定还可以娶到丁香姑娘哦。怎么可能啊，老师师母是要把丁香姑娘许配给你的吗？傻瓜，我可以回绝啊。公子，我会找个好时机跟老师师母表白立场。公子，要是我将来真的娶到丁香姑娘，我愿意为你一辈子做牛做马，无怨无悔。你既知道朱云台是个女儿身，怎么还帮着她瞒着我和你爹呢？娘，我是看英台姐那么想读书，又那么求上进，我不忍心向你们拆穿她的身份。你呀，你真是的，你瞒着，要是被别人揭穿了，你爹可得背这个罪名，一身书也甭维持下去了。这事儿大着了，你知不知道啊？我知道了。娘，那要把事情告诉爹吗？我要是跟你爹说了，你爹这会儿还能安心回去睡觉吗？那现在怎么办啊？师母，丁香，朱云台怎么来了？是我叫朱云台来的，叫他进来。哦，云台姐，丁香，我娘发现你是女儿身了，她现在在我房间等你。师母，你既是乔装来读书的，为什么要去扮观音让大伙都去看呢？周云台，你要是让人认出来了，你山书院可就惨了。师母，我是为了还愿，所以。胡扯，这话是我帮你在老师面前打圆场的话，你拿来搪塞我。我之所以帮你打圆场，是怕你老师万一发现了大发雷霆，闹得全书院都知道，对你对书院都不好。娘，你少说话。周云台，先前已经有如意的例子给你看了，你是要自个儿默默地离开骊山书院呢，还是？师母，我求求你，您让我继续读完。不成，要是出了事儿，麻烦可大了。不会的，师母，从我进书院以来，我一直很小心，所以到现在都没有人认出我来。是啊是啊，师母，我也一直很小心照顾我家小姐，不会有事的。嗯，怎么会没认出？怎么会没事？周云台，你今儿的扮相我一眼就看出你根本就是女儿身。可是老师他就没有把我认出来。他是老眼昏花了。啊，还有梁山伯，还有很多同窗同学，他们看了以后也没有怀疑我真正的身份。是啊是啊，娘，是真的。大家看了英台扮观音的样，只有赞叹，没有人怀疑她。娘，英台掩饰得很好，你看在我的面子上让她继续念吧。周云台每天窝在男人堆里，掩饰得再好，总会有出错的时候。我担心呢。不会的，师母，真的不会的。况且就快秋闱试举了，差这么一小段日子，我会更加小心的。师母，请你高抬贵手，我求求你，让我继续念下去，求求你。师母，拜托，拜托了。你们呢？娘，娘，殿下，你怎么也？娘，女儿曾经愚蠢的想要为英台姐寻死，
幸好梁山伯跟印台救了我，而且还给我很多的开导。现在我们情如姐妹，娘，你不要赶走他，好不好？丁香，英台姐，虽然说再过不久你就要离开凝山书院，我不愿你的苦心白费，这太不值得了，我也替你抱屈。娘，你以前不是常教导女儿要多读点书，也曾经把我扮成男生混到学堂里面念书吗？这不同啊，你是我女儿，我看过的道，可是英台她……娘，你就把英台姐当做自己的女儿，这不就行了吗？是啊，师母，我愿像丁香一样视师母如亲娘，奉师母的教训如同亲娘的教训，不敢违背。是啊，娘，你看英台姐这么的诚恳，你就完成了这个心愿吗？你啊，真是的，都起来吧。谢谢师母，谢谢师母，您的大恩大德，英台没齿难忘。好了好了，别说这些，起来吧。英台姐，快起来。娘，谢谢你啊。祝英台，你今儿个的言行装扮，我可是一眼就看出来了。往后，你可得要更注意，千万不能再有类似行为。要是再有个风吹草动，我就立刻让你离开书院。是师母。哎呦，你跟梁山伯朝夕相处，你可千万要小心你的言行举止，不准有任何差错。我会注意的。师母，梁公子他是个书呆，他根本没想过我们家公子是个姑娘家呢。师母，请您放心，我会听您的教训，不会再出任何差错，不会给书院带来任何麻烦。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娘，我和英台姐出去了，去吧。多谢师母，英台告退了。看样子丁香是没缘和梁山伯结为夫妻了。丁香，真要谢谢你，要不是你帮忙，恐怕我跟银星明天就要离开书院了，这份情我终身难忘。英台姐，你快别这么说，我也是因为遇到你之后才茅塞顿开。再说我也舍不得你这么快离开书院，我们还有好多好多话没有聊呢。而且我操就一个人，虽然说有父母亲的呵护，可是总是找不到玩伴。我就盼望啊，如果说那个姐妹那该有多好，盼啊盼的，老天就把你安排到这边来耶，这代表我们有缘分，所以呢我们应该好好的把握这个缘分才对啊。你有心事啊？丁香姑娘，我们家小姐她是为了梁公子。哎，银星，英台姐，你是为了我爹跟娘要撮合我跟梁山伯的事情在郁闷啊？丁香，你别乱猜了。我没有乱猜啊，你会忽然没去上课又溜出去散心，一定是听到我跟梁山伯的事情，对不对？那个梁山伯他只把我当男人看，我们俩之间没有什么了。这个啊不是你的真心话，虽然说我爹跟我娘有意把我跟梁山伯撮合在一起，可是我还没有喜欢梁山伯啊，所以你不要为了我忍着自己的痛苦不好告诉我。算了，这些都是我单方面的问题，梁山伯还不知道喜不喜欢我。如果他知道你是个女儿身的话，那就不一样了。不行不行，丁香，你别为了我一时的情绪误了你自己啊。我知道我跟梁山伯是没有缘分的。英台姐，好了，
别说了，老师跟师母都对我那么好，我不能自私地破坏了他们的想法，还有你的幸福啊。林香，你要好好把握，我祝福你。说真的，我对梁山伯的感情还没有女孩的深厚，而且呢，我觉得你们是人间龙凤，天生一对。既然我都知道了，我就不可以横刀夺爱，这哪像是读过圣贤书人所该做的事情呢？丁香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找机会跟我爹娘说，请他们打消要我跟梁山伯成亲的念头。丁香姑娘，你真是个大好人。小姐，以后啊可得好好报答丁香姑娘哦。哎呀，你都不要这样说了，这本来就是我爹娘的错想，更何况我本来就是局外人啊，我只是不小心被搅了进去，所以英台姐请宽心。还有啊，以后我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我一定要跟梁山伯说，要他好好的疼你，否则我要他好看。我是说真的哦。好了，什么真的假的？马公子怎么还没休息，一个人跑出来闲话？哎，都是白天看了祝英台的观音扮相，在我脑子里面呢就一直想着那秀丽有庄严的身影，搞得我睡不着觉呢，就出来晃一晃啊，想不到会碰上你们的。祝英台啊，都是你害我的。哼，马文才，我假扮观音居然会让你胡思乱想，可见得你心术不正。你自己呀，好好反省反省。我回房去。丁香，你也早点休息。嗯。丁香姑娘，怎么不见梁山伯人呢？他怎么跟我在一起？你不是就要跟梁山伯定亲了吗？怎么还跟祝英台在月下谈心呢？你不怕被人误会啊？马公子，我跟梁山伯是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喜欢梁山伯啊。你不喜欢梁山伯？嗯，晚安。老师早。师母早。早。找丁香呢？不是，不是。这男子汉大丈夫，说话不要吞吞吐吐的，不像男人。是这样子的，老师，师母，四九人很好，虽然没读什么书，可是他很讲情义，他喜欢丁香姑娘。老师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满意我女儿，你说一声啊，你不必拐弯抹角的。老师，我没有不满意丁香姑娘，我只是还不想这么早成家，我怕误了丁香姑娘。哎呀，你这，哎呀，我真是白疼你了。老师，哎呀，这都是你出的好主意。梁山伯不要推给书童，这我们女儿成什么了啊？怪我妈当初没把话说清楚，让四九误会了这档子事儿。好了，山伯，这事儿啊就是打住啊，我女儿要嫁给谁还得由我这个做爹的做主才行。老师，师母，我不是故意要辜负你们的好意，我实在是……哎呀，不要解释了，我原本也无心要丁香嫁给你，都是你师母出的主意。师母，我知道我这样做很不好，可是四九他真的肯上进，肯苦读，他会出头天的。好了，别再说了，终身大事是勉强不来的。今儿一大早丁香也跟我说了，他也没意思跟你结这门亲事。哦，关于四九那儿，你好好开导开导他，一切顺其自然了。是，师母说的是。去吃饭吧，咱们还要上课呢，去。是。
不生我的气了？我本来就不想跟你生气，只是那阵子心情不好。哎，你不能找机会报仇哦。哎，我是大男人呢，有男子汉的气度哎。四九。丁香姑娘，你来洗衣服啊？四九。你真是个好人，我无心伤害你的。我爹昨天说的那一番话，你不要放在心上哦。其实他也蛮喜欢你的，他绝对没有恶意。没事啊，没关系，我没事啊。真的吗？真的没事？对啊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我爹娘呢已经取消我跟你们家公子结亲的事情。那是我们家公子跟老师跟师母说的。是啊，不过我也不觉得那是件美事，况且呢，我跟梁公子啊也只是兄妹之情啊。啊，那丁香姑娘你我哎呀还好。四九，我爹呢曾经夸赞过你是一个非常上进非常勤奋的年轻人，所以啊你要继续上进勤奋，那我跟你的缘分就交给老天爷来安排，怎么样？所谓姻缘天注定，该你的跑不掉。四九，你要更上进更努力，要对自己有信心。是是是，我要有信心，我要有信心。丁香姑娘你快去歇会，我来帮你洗好了。不用，四九各洗各就可以了。哦，各洗各的啊。好，各洗各的，各洗各的，这样才有个伴嘛，对不对？我要有信心，我要有信心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山伯，你会不会怪我无理取闹？英台，你开心我就开心啊！从今以后，我们两兄弟不要再闹别扭就行了。两兄弟，你我义结金兰，八拜之交，不是兄弟那是什么啊？真是的。对了，山伯，你还没有告诉我，你看了我的观音扮相，感觉怎么样啊？你如果是女人，一定很美。那你会不会喜欢她？观音？嗯。哎，英台。千万不能胡言乱语啊，对神佛不敬，罪过罪过。我是说我家里有个妹妹，她叫九妹，每一个人都夸她长得很美，我是说你如果见到她会不会喜欢她呀？英台，我没见过九妹，怎么能谈得上喜欢呢？不过有你这位好哥哥，妹妹一定了得。你想不想见见她呢？英台，九妹是你的妹妹，也是我的义妹哦，理应相见，只怕相见时九妹不认我这个笨义兄了。你也承认自己很笨呐？是啊，我娘常说我又傻又笨，傻了有傻福嘛，不是吗？你真是的。宜心，祝英台，我不信我治不了你。谢娘，你做什么？吓死我了！看你读书啊，读得跟真的一样。我本来就在读书啊。我看啊，你是猪八戒夹草纸。什么意思啊？假充斯文。你狗眼看人低，有朝一日啊，我要让你对我刮目相看。再怎么看你四九还是卑微卖苦力的命，废话少说，来帮我提水去。我又不是你的书童。哎呀，猪八戒帮个忙啦，是我家公子要洗澡，我刚提水提的手酸死了。没空。
四九，你给我记着，你现在别找我帮忙。啊！哎呀，你再去提半桶冷水来。哦。来找你啊！你快出去啊！这几件衣服是你的吧？这个可是女人的束胸哦。你再不出去，我要大声叫了！哦，你叫啊，惊动了整个尼山书院。对你不太好吧，马文才，你三番两次这么侮辱我，你为什么要这样逼我？哎呦，真是好心没有好报哎！我碰到了果然师傅，他要我帮他拿衣服还给你，没想到你不谢我，反而还骂我啊！好，那你把衣服放着，立刻出去。哎，真奇怪，这明明是女人的胸衣，怎么会跟你的衣服混在一起呢？祝英台，马文才，你无耻，你个混蛋！咦？祝英台，你错了，我只是想交你这个朋友而已啊！你放开我！祝英台，我不会骗你的。只要你从今以后对我好，一切都好说啊！祝英台，放开我！好，我放开你。只要你答应嫁给我，我就放开你啊！不可能！为什么？因为我心有所属。梁山伯，是梁山伯对不对？你说。你既然知道，何必问那么多呢？非他不嫁。不错。祝英台。可是你别忘了，现在抱着你的人是我。可是在我心里，只有梁山伯。你，啊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手！放手！你快放手！什么公子啊？你家小姐什么都被我看光了，祝英台，你应该知道书院里不能有女人，这可是有罪的，该怎么样你自己看着办吧。马文才，等一下，文才兄，请你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。你现在倒求我了，我马文才做善事，总要有点回报才行啊。只要你让我念到秋为诗句之后，我一定会好好谢你。哎，祝英台，你真是不了解我哎！我马文才什么都好，就是有个坏毛病，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。如今呢，我对你的身份都已经搞得一清二楚了，那就没事了吗？你一个女子女扮男装来到书院读书求上进，果真是女中豪杰啊！这一点呢，我着实佩服。我可以冲着这一点，就答应你守住这个秘密，让你安安稳稳地念完书。谢谢你。
马公子，你是个大好人，爹爷好心会有好报的。哎，我会不会得好报，那就得看祝英台以后怎么对我了。祝英台，只要你以后不再对我有成见，你就会发现我比梁山伯好得多了。小姐，快起来，小姐！小姐，这样子我还念得下去吗？我一定要念下去，我不能因为马文才半途而废。何况我这样回去，我怎么跟爹交代？小姐。哎，文才兄，嗯，上哪儿去啊？没有了，四处走走，透透气啊。你呢？哦，我刚刚啊去镇上买针线，我昨天不小心把英台送我的衣服弄破了，我要请他帮我缝啊。你缝衣服的样子好像好像什么？好像我娘啊。除了像你娘还像什么？好像一尊观音菩萨。还有呢？不知道。会不会像是一个妻子帮丈夫缝衣服啊？英台，你我都是男人，哪像夫妻啊，你别胡说了。好了，嗯，都缝好了，来穿穿看。哇，谢谢你啊。谢什么，在外靠朋友，帮你缝是应该的，这件穿旧了，我再帮你缝一件。够了，这件衣服我像宝贝一样珍惜穿着的。我得想个法子让祝英台完全对梁山伯死心。哎，一切尽在不言中，安心读书吧。嗯，老大，这边请坐。梁山伯，啊，有事吗？这位子还给你。嗯，我坐到后头去。嗯，这本来就是你的位子啊。嗯。嘿，老大，你的书。其实我坐哪儿都没关系啊。祝英台，我这样对你够善意了吧？两位，你们在这边等一下，我一会儿就回来啊。叶哥，我要去通报，事成之后我们兄弟拿钱走人。公子，公子，公子。人找好了？是啊，他们两个都是练家子的，没问题的。那你们说出我吧。公子，小的办事您放心，连我啊都化名叫做叶哥跟他们接触的呢。那好，先各给10两银子，等事成之后再各给10两。是，我知道了，小的这就去办。哎，梁山伯，哎，你们要上哪去啊？哎，文才兄，你忘了每个月的今天我跟新平都要到镇上去帮老师买米啊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哎，那我也去。不用了，
哎，多一个人多个帮手也是好的，反正我闷得慌嘛。走走走走走，哎，来，文太兄，真的不用麻烦你了，我们三个就够了。哎，梁山伯，你我能同床共读是前世修来的福，我可是很珍惜这份福缘的。你要是不让我跟，那就是你瞧不起我哦。哎，我没这个意思，你千万不要生气哦。嘿嘿，这不就是了吗？走走走走走，好，来来来，走走走。丁香，你是怎么了？老躲房里不出来，还说嘞，都是你跟爹乱点鸳鸯。现在全书院的学生都知道这个乌龙事件了吧？人家羞死了，怎么敢出去见人呢？哎呀，都怪娘糊涂，没把事儿说清楚。还有呢，你差点就破坏我跟英台情如姐妹般的感情。我会去找周英台，跟她解释这件事儿。娘，你千万别闯祸。更何况英台他们，你说她喜欢山伯啊，你这样子会让很难堪的。梁山伯迟早会知道的。顺其发展啊。这么会替人家着想的女儿，我这做娘的可不能再迷迷糊糊把你的终身大事再迷迷糊糊说出去。相信娘，你一定给你找一个比梁山伯更好的婆家。娘，人家不嫁，人家陪着你跟爹一辈子。家里留了个老姑婆，你不怕人家笑话，我还怕人家笑话呢。娘，不嫁不嫁，我不嫁。梁山伯，擦擦汗呢。啊，谢谢啊。梁山伯，哎，这么累的差事啊，以后啊要多找两个人帮忙才是。这样吧，下个月我让马伟也加入这件差事，大伙就不用这么累了。文在兄，不必了，这是我的工作嘛。你要是再拒绝我的话，就是瞧不起我。哦哦，是是是是，这才对，才上知心好友嘛。啊，哎，公子啊，马公子真是豪气，像这种朋友啊，你好好交上一辈子才行。那当然了，文在兄，等秋闱试举后，不管咱们分隔有多远，每年都要见面一次哦。不，我不要。为什么？我们见面聚一聚，好好聊聊，互相交换人生心得跟经验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别紧张，我是说啊，我要见三次面。哦，那更好，我求之不得啊。喏，你们看，那两个肩搭肩的拉车子的那个就是梁山伯，看清楚了。哎，我主子说了，把那小子打得瘸胳膊瘸腿，让他在地上爬当畜生，记住了。快去，怎么了？树林鸟惊飞，前头有埋伏啊！哎呦，马公子啊，什么埋伏？这条路我们走不下数百次，也没出过事啊！你别穷紧张嘛。嗯，是啊，文在兄，这一带安全的很，从来没有强匪出现过。大家小心为妙。哎，干嘛干嘛？哎，我怕。我们人这么多，怕什么啊？走啊！哦。此路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。若从此路过，留下买路财。啊，我们是书院的穷学生，我们没有钱呢。少废话，快拿出钱财，否则留下命来。两位壮士，我们真的是穷学生，
就请两位壮士高抬贵手，放我们一马。少啰嗦，不拿钱就死。公子，小心啊，公子！公子，快走，我来挡。混蛋兄，别跟他们打，快走啊！快快快！梁山伯，你快走！快点，小心啊！梁山伯，你快走！哎呀，公子，不要追，不要追啊！公子，不要追，千万不要追啊！你们先护送米回书院，我去救梁山伯，快去！我去救我们家公子啊！哎呀，这两名抢匪功夫了得，你要找死啊你！啊！